要换朝的是银镯。Two， 银行的 boss。One， 换朝的是那个天使。OK， 格里恩。那个谦虚打击，打击完事之后换他。然后下一个换朝的是那个啥，是那个大地。嗯，大地我记得。我的红土白彩了，快没了。好吧，那等下这有这个频道忘了。哎，大地来了，我接了，我接了，我拉到大饼了。这个 boss 这么脆的吗？还记得第一次吗？还记得我们打的第一把吗？是一个嗜血起手第一波就过了。特的第一把，特的第一把不是一个嗜血 boss 死了吗？三，你了解错了。你可以吵吧。弹幕游戏开始了，嗯，这什么东西怪呢，应该四个一起上场。断一下。现在飞盾。那个一直绕的，要打断了。我操，四只怪全在我没了。四只怪一起对我放了个什么东西。我抽我在打爆发。抽个这血量不对吧。死了，血量肯定不对啊，这跟之前 H 一样，那血量应该没写好。